I want to break! Break through the, break through the, break through the sound! Sonic the noise to Lady Talk! Break through the sound! 你阿乜啊？你阿乜啊？Up today!大家好，欢迎收听 Up Today。今日是12月15号，而继续为你主持的是 Channel 十八小队，我是 Kevin， 我是 Phoenix， 而我哋嘅嘉宾主持咧就是 Hello， 我叫 Chelsea。Yeah， 俾声下先。好啦，咁我哋今日咧，首先咧就 start off with 啲大事先啦。咁你知唔知今个礼拜有啲咩大事呢？我明15号，咁仲有一个礼拜就到21号咯，咁就系世界末日啦。但我想讲大事系考完最后 come you。Yeah。好啦，讲世界末日啦，咁你哋有咩可以讲啊？咁其实你哋相唔相信会世界末日先？即系21号。其实我个人唔信噶，我个人就觉得应该系平平凡凡咁过咗之后，啲人就觉得哦，原来系假嘅。你系 Chelsea， 你信唔信噶？我自己就唔系好信啦，但其实好多香港人都唔信嘅，因为有个调查都话有差唔多70%人都唔信系有世界末日咯。我信信地，即系我觉得唔系成个世界真系死晒咁样，但系我觉得嗰日会即系天气会有啲反常啦。第一，同埋第二，啲人会临死之前会做好多嘢咯。系啊，因为其实真系好多人信咯，因为我听过咧，其实。因为世界末之前就传言就会就是天地会黑晒三日啦，跟住但系有啲人咧就去抢购蜡烛同埋火柴咯，就完全明呢个咁样啦，好冇？但系其实好多人都会藉住呢个世界末日咧，其实系即系去谋取一啲暴利啦，即系例如中国，因为有人就话世界末日可以去边度避难咧，最安全嘅地方就系中国西北部同埋法国嘅西南部山区，但系其实我留屋企咯。我会匿喺个被斗度咯，但系其实啲人话系当地嘅政府咧，想佢哋嘅旅游业即系兴旺啲，所以就强行撞。系啊，其实都有好多有末日炒作啦，好似土耳其都有一啲末日嘅葡萄酒咁样卖啦，仲有中国有啲有啲公司咧就话要放末日假啦，又会俾一啲钱就叫做末日遣散费咁样俾啲员工咯。几好啊，起码呢啲正面啲噶啦。即是有假货有钱收啊嘛！听人讲，即我上网睇过啦，佢话全球啊最多人相信世界末日嘅地方系中国咯，有20% 都系嚟自中国咯。但系嗰啲访问真唔真噶？即系调查咁样咯。但系其实中国真系有好多人咧都会有真系相信末日啦，有好多好奇怪嘅末日行为啦。例如有个40岁嘅爸爸咧，咁佢就有2个小朋友噶啦。咁但系咧有一日佢就觉得都末日啦，咁都唔费事咁辛苦做嘢啦，咁就卖晒佢而家住嘅地方啦，跟住同埋仲要向呢个财务公司借贷添，咁咧就去咗去玩环游世界咁样咯。22号佢死，系啊？点知22号佢要翻工咁样，搵唔到工啊，想生产嘅咁样。系仲有深圳有个女仔咧，咁佢就用佢就翻咗自己屋企嘅四川咧，就去用一啲竹咧去自制咗一啲挪亚方舟啦。咁自制挪亚方有啲竹。系啦，可唔可以浮喺水嘅？仲有用啲纸皮遮住个胸咁样，就谂住有冇带嗰啲动物上船？好似冇啦，就去体验下末日后面嘅野外生活咁样。我带安佳佳，真心呢个有少夸张喎。整挪亚方舟，仲有一个广州嘅阿伯咧，佢因为相信末日啦，咁佢有糖尿病，佢就唔再控制自己嘅饮食，结果咧就瞓咗入医院咯，系啦，病危。好夸张喎，其实可以见到，其实好多人咧都会好盲目咁相信末日嘅，即使我哋全部都唔信嘅，但系其实亦有，即使而家冇人死啦，但系喺75年前啦，中国咧亦都有一个非常重大的事件，其实今年就是南京大屠杀的75周年啦。咁其实当地就好多嘅悼念活动啦，而好多人日本人都在场嘅。系啦，咁就喺江苏啦，咁样咧就喺一个四川啊 ，sorry， 系一个南京大屠杀嘅纪念馆。我想讲四川大地震 ，sorry。跟住咧就有9000多个在场者，其中有100多个人咧都系日本人嚟嘅。好啦，咁悼念嘅时候呢就有一个中国人起飛脚踢落一个日本人度。
跟住就引起咗呢、這個這個情緒啦。跟住咧，咁原來咧，日本啊有一個婦女，佢呢咁多年嚟，佢就喺中日兩邊四圍走，就訪問一啲日本老兵啦，同埋幸存者。佢哋咧就密即系想拍第三套有關南京大屠殺嘅紀錄片。系啊，系啊，嗰、那个好似叫做咩？太平门上的1300人，下年就会上映啦。系、啊啊，但其实而家南京大屠杀嘅幸存者其实剩翻百几个嘅啫。我都唔知道、啊、你讲，好沉重啊！而家咁讲埋啲咩？我问你轻松啲嘅啦，不如我哋、啊，我哋节目可以轻松少少可以。好啊，咁 Kevin 有咩轻松嘢咧？我有一个就系呢、這个有人跳间谂卅条死咗，好轻，但唔好轻松都系因为都有人死嘅咋。听讲咧呢个就系喺英国一个40几岁嘅男人，佢本身有心脏病嘅，跟住佢就再整一个 Christmas party 就同屋企人一齐啦。我就即系佢就谂住好即系。好开心佢嘅浑身解数，骑马骑马，唔系骑马骑马，骑马骑马冇骑马冇，跟住就去娱乐佢嘅屋企人，点知就系因为即系太过猛烈啦，嗰、那个骑马舞个 movement， 跟住就死咗。所以大家呢个拣娱乐人哋嘅方式嘅时候要小心啲啦，即系睇自己符唔符合得嚟咯。譬如好多香港人就揀咗呢个 Big Bang 演唱会啦，喺今日礼拜首都可以见到啦，就极多极多 Facebook 见到，哇，成个通宵，全部都系人去 Big Bang 啊，就哇，我唱到唔知五指嘅毛巾咁样，极激动，系咯，哇，闻咁样，哇，好兴奋咁样咯，全部汗味，今日夜晚呢个都好开心啊。即系咧，我哋系我自己唔系 Big Bang 迷啦，但我就咁睇 Facebook 咧，我冇在场，我已经知道晒佢哋做咗啲乜嘢。气氛劲狂烈啦，咁你哋咩追咩星啊？你有冇追星？冇，全部都冇人咁疯狂。但我知道白黑有个女仔啦，佢就极疯狂啦，就去追星啦。点知咧，佢即系追星都见到 top 就晒嘅，即系劲 high 啦咁就。点知佢就当时就被人拉开嘅，即系唔知点解佢个背囊拉开咗。跟住所有跌晒落地下，银包点啊啲。但系好多人你唔会执翻。系，但系可以最尾大家都执得翻咯。但系最尾真系，但系真系可能入边过山车咯。但系啲应援物冇晒咯，即系攞啲唔知咩线同埋。哦，系啊，即系跌晒地下唔可以得晒咁。喺嗰个情况之下，嗰啲钱已经唔系最重要，应援物最重要。系啦，冇应援物咁样。咁可以见到其实香港好多好热情嘅 Big Bang fans， 但其实好热情嘅人咧，何其多啦！我哋喺台湾咧亦都揾到一个好热情嘅 driver， 系啊，咁目前即系有一部呢个非常之 popular 嘅影片啊，系咪影片嚟噶？系啊，叫做《台中市公车欢笑八十六》咯，系啦。点解系欢笑八十六？佢嗰个八十六系嗰个车嗰、那个系啦，冇、那個、错。跟住之后佢就。那个司机就非常之热情咁样去介绍人哋啲地方啦，人哋上车嘅时候就会同人哋讲萨瓦列金啊，我嗨哦啊，系啦，有德文啊，即系一个见识广博嘅司机咁，即系第一个司机唔系导游嚟嘅。即系你可能你睇你会觉得哇咁多爹噶，但如果你即系坐喺嗰架车，你细心地睇咧，你会觉得佢真系。即是花盡他的所有心思，同埋佢係即係你睇得出佢係好盡力咯。譬如即係好似揸車之外，佢都會知道好多資料啊，仲要好似嗰啲導遊咁樣咧介紹嗱呢、這個地方咧就邊年邊年起嘅點點點，改咗啲咩名啊，落去有咩食、啊，好好喎、啊，都會講咯。因為其實之前去大陸旅行啦，跟住其實坐六個鐘頭車真係靜嘤嘤咁坐六個鐘頭車，仲有一陣奇怪嘅味道散發出嚟。我冇奇怪嘅味道，但係真係好悶咯，就會好似呆坐咁樣，勁辛苦咯咁就。所以我希望遇到呢個台灣司機咯。嗯哼，真係唔係咁多人都咁有心咯。好似我哋有今個禮拜都發現咗一單新聞咯，就係大陸有啲非常之冇即係完全唔熱情、完全唔熱心嘅人咧。就竟然向呢个幼稚园收拥抱费、哦，系啦，就系、是、唔知道好似江苏有个幼稚园就收80蚊嘅拥抱费啦，咁佢成日都系揽。点样系拥抱费啊？即系你俾咗钱先会揽啲小朋友，就好似教佢点样去揽翻佢嘅屋企人咁样啦。佢每一日就会即系喺学生到啊或者离开学校嘅时候，
揽一揽佢，佢就即系声称就话可以俾咗啲小朋友好温暖好心情啦。咁最奇怪嘅系咧，就啲家长咧就冲住嚟俾钱，錢啊、哇，好啊呢、這个，但我觉得系物化咗啦，即系佢嗰个。O K 啫，我 O K 啦，我但我觉得唔应该物化呢啲温暖，即系啲咁嘅热情应该由心噶嘛，咁冇可能咗俾钱先拥噶，唔俾钱就唔拥抱咁样啊，劲奇怪啦，系嘛，真心无心嘅嘢啲人。咁讲开无心咧，香港都有一班无心嘅人，就系好惊吓呢件事，就系、是、香港系会有地沟油噶。好恐怖咯，得，因为嗰阵即系我之前住我住青衣噶嘛，即系个公厕喺附近，其实即系葵涌区嗰边。我食过嗰、那个，即系佢食过，即系佢话，因为而家 WhatsApp 流传咗一张 list 啊嘛，就系有啲咩即系食肆或者咩餐厅系用嗰啲地沟油。九龙湾嗰个屯门啊，唔系屯肉饭专门店啊，嗰扎系啊，即系我食过，即系我似食过嗰、那个，即系有一只食肆就估唔到。咁其实地沟油系咪真系会对人类有害呢？因为我未知、啊、有待化验噶。因为我睇过，其实地沟油纯粹系一啲稀释咗嘅花生油同菜油，跟住喺度即系冒充食油咯，跟住就以廉价去卖俾一啲餐馆。我都好恐怖啦，一定对身体唔系，好似话有致癌物质喺入边噶嘛，系、真心恐怖、啊。系咯，所以我哋。今日礼拜咧嘅 news 啦，或者我哋 update 咧就到而家啦，咁就多谢你收听 up to date 啦。咁下个礼拜咧就应该有呢个欲言又止为大家主持嘅，咁同大家先生拜拜啦，我哋拜拜。拜拜拜拜